俗话说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一只老鹰盯上了野兔，于是直接从空中一跃而下，不料却被野兔一个后转体给躲开了。估计老鹰都懵了，但是我认识的小兔子吗？而说到速度最快的动物，就不得不提到豹子了。视频中，一只狮子悬浮在土坡上，豹子原本并没有发现，但总觉得哪里点不对劲，于是四处观察了一番，果然发现了前方的狮子，反应过来后，迅速撒腿就跑。任凭狮子灭敌无数，可在速度这方面却始终敌不过豹子。最近又有人拍到这样一幕，两只仙鹤正在草地上玩耍，然而却被出门觅食的豹子给盯上了。只见豹子小心翼翼地靠近，接着更是直接扑了上去。本以为花豹可以顺利地吃肉了，不料下一秒尴尬了，仙鹤一阵挣扎后竟然飞走了，只留下花豹站在原地一脸懵，什么情况？看来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意外。